对于干嘛？我们今天来干嘛？来干嘛？对，今天来到桃园哈，今天是星期日，集合一堆桃园车，今天准备在这边大干一番了、啊。等一下阿北看完之后，快下去玩一玩。然后这个场是我们的台湾的摔跤冠军樱木哥准备的，他们的私人的场地，然后这次也做了一些赛道上的变更。可以看到每个弯角都有一个号码牌，然后整体的幅度有变大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一个空地，大家在那边自由行政转圈圈，转左边转右边。这次也特别画了路线哦，大家照路线走，大弯折小弯 ，S 弯 S 弯之后再一个逆弯。就考验到车子的油门的反应，车手对于档位离合器的控制，也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热心的一个朋友。换磁器也试试看，他不要，不要。对，那个接触。
的时候，你这一个你就做不出去了，会往里面跑了。再过来一点。对啊。靠北，阿北手机不见了。